大家好，我是五局云段。现在大家看到由五局相段和谐电三 C 零四二六牵引的列车是从十堰开往广州的快六四四次列车。该列车从十堰站始发，时间是16:50，中途停靠古城、襄阳、枣阳、随州、安陆、余梦、武昌、长沙、衡阳、郴州、韶关东，一共要停靠12座车站。全程的话是1661千米，用时19小时56分钟。该列车它是最终在第二天中午12:46到达广州。